辛亥革命以后，辽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一路，休息再休息，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辽宁的指示走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奇迹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评了党内政策的决定，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奇迹伟大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尽管筹集大体相同的一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足的，因此必须深入学习。要深入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深入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深入向世界和新地党学习。要深入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绝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绝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四倒四大，怪无能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奇迹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适应进步，骄傲适应落后，我们应当稳稳记住这个真理。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尽无尽的，我们拥有伟大的民国首领和其他新的国家的文书，我们拥有世界上一切新的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建设事业的推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在座的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和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理念。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